今天我们要去拍外景 Palos Verdes 抓海胆，我们现在就去接一下我们的特别来宾吧。哦嘿，在退潮的时候可以走出去，虽然会很危险，会全力以赴的往外爬。Damn, that's fucked up. Hey. What the fuck? 有一个不认识的人就直接到他的车上，直接到他的车上做什么我是不知道。然后他们就在吵架，那还给起来真的还蛮可怕的。我们要找最佳的进入的地点，进入点，插进去的地方，就是哪里比较动得大。这边往海那边，所以那边会有很多的紫色的海胆。请问一下，你那个是什么夹子？武装看起来就很像在那个足地市场工作。哎，这里面可以哎，这就是 muscle 嘛，就是紫菜嘛。对，蛋菜。哦，他就自己出。哦，对，就很像那个屌的那个东西，对不对？那你塞还紧了吧？没有，他自己进去，他活的那。哦，对。哇塞！哦 ，Let's go！ 哎，你很会抓哎、欸。啊、怎么可能是他的外壳？打开来之后出现他。哦，他可能在躲起来。这颗太小了，那我们就把它放生回去。Palos Verdes Peninsula 这个部分，在外面就有非常多的海胆，他们就会出海，然后把海胆直接用 hammer 就是锤子直接把它杀掉。供过于求，一个人可以拿一袋，一袋也就是30个。感觉这边的地形好像没有那么多哎，海胆不会跑到这边来的。开放式那种地方吗？看到都是海菜吗？现在同伴告诉我们有更好的地点，那我们现在就前往那边。上百颗、啊，超大的哎！哇！这看起来就还蛮 juicy 的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它屁，然后就直接从屁眼了。这颗好漂亮哦，这个好大哦，有 ，That's dope， 可以可以，哇哦，哦 ，Damn， there's a ton of them。哎，你那边怎么样？对啊。刚刚 Brian 说更进去的更大，那我们再过去那边看一看。Oh shit！ OK， 全湿，可以。比较大吗？我看一下。我靠，这个还好哎。各位，这个够大吗？这边真的有比较大，还是你骗我过来？哎，再进去，再进去 ，Brian， 再进去。哎，我觉得回去那边比较好哎。身高不够，先回去。身高不够，先回去。哎，漂亮哎，这漂亮，这 OK。哇，超大！我操，这个可以哦。我有面镜，好，这拿给 Brian， 叫他去。真的啊？不是啊，不要我那个啊！啊？为什么？那我来。我先回上面一点哦，后面有点。挖一颗上来，去挖一颗。
小，好小。我操！怎么喝水？哟，这摔下去就好笑了。给大家看，全部都是紫色的，紫色的一片海胆。人家想要冒险，就让他跑吧。这么深，好鲜红啊！哇，那我现在就擦一下啦，屁眼里面直接啊，摸了屁。你小心吃到手啊！好，哦哦，有哎、欸、有哦，可以。可以好，哎呀，这一块，快，好像还好。嗯。这边也是他的妈妈，抓他妈妈。哈哈哈哈哈。没有没有，没事。哦，真的够了，真的够，一定够，真的够。刚刚那边太多人，感觉有点不太自在。这个吧，我觉得。好、啊，这个给我。小铁盖在这边。哦，这边。好。等我。对，你看，另外一边。另外一边是不是？对，另外一个。右边。没有了。刚被你关掉了。有。有。需要菜刀吗？还是我们直接刻那一根？哎，这个水有在上面呢，火小一点，火小一点。让我喝喝看。好。嗯。他们还不错。海胆味蛮重，还蛮重。可以吗？那个期待的这个哦，哎，可以耶，可以。I don't know what we're eating, but it looks pretty good. 直接一大口。嗯。
这个的做法也就是刚刚蛋打一打，加上乌泥，再加上一些水，然后一点点的盐，还有一些昆布酱油 ，green onion 把它点缀在上面，看起来很棒。直接大口挖一下。现在我到朋友家。哎，所以我现在到了那个Sean家。哎，你看他们家的那个 view 真的很棒。你怕我拍这个？